时间似流水般的流着，又到了新的一年。虽然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，我们还是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带着欣喜的心情回我们的老家过年去。大家欢聚一堂，感染了浓浓的欢乐与温馨的气息，带来了喜悦与快乐。可惜这种快乐是短暂的，几天后又得跟亲人们说再见。我们可曾想过，我们的离去给老人们留下了什么？孤单的老人们没有了欢乐，思念着儿女们，等待下一个新年的到来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他们默默地等候着，让思念变成了泪水。是时候了，让我们来重新思考，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有了梦想家园、完善的养老、起居、乐活与创业的理念，我们终于可以把老家搬回家，不必担心老人们的看护起居，安心的工作，迈向我们的理想。有了梦想家园，我们可以让一家人天天团圆，和乐融融。一家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欢乐满堂。有了梦想家园，一家人可以天天过新年，喜气洋洋。梦想家园，迈向白领乐活。Dream Home 祝大家温馨富足，祝大家喜悦满满，祝大家身心健康。